可以，可以住院里，就是你可以开门了吗？差不多，咱们先等到等于说一期就是测血压的时候等到。不是啊，他这个车在骂人呢，那在骂人呢。有啥骂人的？就是那个贴那个人，他那个。就是那天拉那个车在那骂人呢，骂司机。哦，嘎子。你在拍视频吗？我在拍呀，我在帮你们拍呀。